就再篤翻落去就搞掂啦。系啦，咁啊，应赞嘅赞，应弹嘅弹啦。咁啊，呢个位咧入边咧，因为佢要做一个非常之大可动咧，佢呢度咧。大家好。第24季第几集？呢个广播嘅，第几集？心谂平啦，系咯？点解好似都玩具 TV 第24季第六集，应该系，除非唔系。咁又戴罩嗰老细，开好耐啦，开先。好啦，咁啊，而家抬头见到，其实我哋比较少讲模型啊。咁啊，今次就诚邀到呢一个咩玩具谷啊？咩模型谷啊？唔争再买埋广告啦，既然都出开啦，系咪先？巅峰模型制作工作室哦 ，OK， 巅峰模型制作工作室喺荃湾嘅，我哋揾咗个癫嘅过嚟嘅，系啦，嗱咁啊，夹峰啊，系啦，咁啊，好少可阿夹会粉物嘅，咁啊，亦都佢砰砰声就斋巴咗只神，咁其实而家早排都即系日本就平啊，香港又贵啊，腥风血雨喎，成日要排队添，大佬，你仲要即系多句摆喺 Toys Bibi， 明知系炒价三嚿水都仲可以炒，都照杀到系咪？都仲可以炒多几兜嘢喎，哇，真系好嘢！而家个市面个价钱平翻啲未咧？好似话好翻啲嗱，因为有某几间大型嘅超市啦，就有减价，咁就大概200至300左右而家个价钱，咁啊。當然啦，有啲鋪頭就偏遠啲嘅，會貴少少啦。呢啲當水腳錢咯，啱啱水腳錢，我欣賞呢一句。咁原則上應該我覺得有下調嘅空間嘅。係有嘅。咁當然即係，不過老實講，你砌得模型玩得模型嘅，早買早享受嘅。你搬翻去個倉度山積咁，你都係個買個感覺嘅。土豪安係咪啊？咁啊，好啦，咁啊，閒話。要介紹的就是今次 ROG 的 God Gundam 咁啊，封面啦，一貫的 Real Grey 的感覺，冇乜特別。拜拜，好啦，咁啊可以 close up 翻只 God 啦。咁啊，第13届呢個機動武鬥大會的主力 Shining Gundam 嘅後繼機 God Gundam。咁啊，等你扭啦，我扭爛咗就費鬼事。咁啊，可能要，因為今日嘅器材比較簡單，就係一部 iPhone 嘅，咁所以變咗都會有啲 close up 可以直接呢個由 Walker 幫手睇翻嘅。咁咧其實呢隻嘢嘅可動度其實如外間同埋佢哋 Bandai 所講咁啦，其實係非常之高嘅。咁呢啲最基本嗰啲啊，正常啊嗰啲啊，頭就耷到好低嘅，不過咧後邊會穿幫嘅，會穿崩嘅嚇，咁啊自己就角度啦，咁啊向上都 OK 嘅，跟住手啦，但係手要嗱應讚嘅讚，應彈嘅彈啦，咁啊呢個位咧入邊咧，因為佢要做一個非常之大可動咧，佢呢度咧做咗兩節關節嘅，有得拉出嚟嘅，咁就變相一抬起手嗰陣時咧，呢度咧就會穿幫。咁就擺避咯，遮遮咯，係啦。咁可能要因為暗啊，你嗰個位，可能要瞓低就咁樣。係啦，係啦，即係用手機呢度好，比較 flexible。係啦，咁就嗱，大家見到呢個位係凹咗入去嘅，隻手咁樣擺翻嚟就冇問題。點解佢會咁樣做咧？就因為佢要咁樣拉隻手出嚟，就可以。哦，出波動拳。係啦。呢個設計真係好巧手，好巧手嗰個動作咧，都係靠嘅呢個動作，呢個嘅關節嘅，咁就兩邊一齊拉咗出嚟啦，跟住就呢邊左右咁樣，咁啊抱到已經抱咗個，係啦。當然啦，你可以揀啲好啲嘅手掌型啊，唔使呢個出掌嗰個啦。啊，我想問下咧，你之前有冇玩過 HIRM 嗰只咧？係咪呢個呢一隻係咪第一隻可以做到咁自然嘅翹手咧？唔知之前嗰只 HIRM 都唔係好翹得到嘅。唔係好翹，即係佢係個蝴蝶裝嗰度做得大。因為佢係比較粗壯啲噶嘛，嗰只 HIRM 啊。係啦，佢又專佢做嘅方法就係呢個蝴蝶裝，佢可以再拉前啲，哦、令到隻手。所以呢隻就應該係真係唯一暫時係可以做到咁大動作啦。係啦，OK。跟住比較特別啲嘅就呢度啦，呢個位，咁就佢前邊都有一節可以轉嘅，
哦，係啦，咁就大問題咧。呢個咧佢個阻力感會爭少少嘅，因為始終佢呢度係一個T 型裝嚟嘅，係。咁你一扭到個 T 型位嗰、那個鬆位嗰度咧，就大家會明㗎啦，就會好有啲鬆噶。咁就大家如果有需要做加固嘅話，就喺個裝個位嗰度點兩點 A 膠，唔好即時懟埋去，乾咗先懟埋去，咁就好好多啦。呢、這個未搞㗎，講明先。不過頭先即係其實係咁樣扭一扭隻角咧，如果你話用 RG 嗰個規格去比咧，佢嗰個關節嘅鬆緊度係比我想象中好好多。嗯，其實一般嘅模型都真係喺關節上面比較鬆，係，但係呢一隻就冇嗰個問題。是但是會不會都是、即可能現在這一隻呢多不多那些是不是 PC 件的那些關節現在是不是還是沒有那些的了現在只有這個位置和這個位置、哦、因為你要看一看鏡頭即是那隻東西要看一看哪個位置和哪個位置膊頭位我剛才說的那個啦還有這裡裡面這一個位置 OK 是的只有兩塊而已因為以前覺得用 PC 件呢用玩得久呢就真的又會軟、啊、又會散的現在就應該就好一點了是不是現在好很多好很多是的、嗯、由骷髏開始已經是盡量減少了 okay, 是的、okay、就另外比較特別一點的關節啦 就講一些特別一點的關節啦條腰這裡位呢哇向前都很可怕開始很可怕的但是呢你可以執到番簡好老實一件事啊一擰轉面咧，呢度就穿崩嘅，係啦。咁就哇，都略都黑色就 OK 嘅，係黑色就 OK 嘅，唔係好薄嘅，係啦。咁就另外仲有比較特別啲嘅啦，佢官圖上寫嘅嘢啦，我做咗出嚟先啦。哦，男人心一字馬，男人心一字馬就完全冇問題噶啦。上加運動，因為佢入邊個關節咧，佢係做到三段出嚟嘅，嗯，所以佢可以完全好輕鬆駕馭啦，同埋佢個裙甲咧。它是跟在後面的不是跟在條腰上它是跟在後面的裙甲上的、okay. 是的那就另外膝關節、啊、很正常啦這些屈到不知道它想點什麼都還可以啦、啊、是的那就關節上完全沒有問題的是如果是剛才我想說的那兩個關節你如果想加固一下呢、嗯、那都是 早傳技能 AA 膠加一點跟住乾咗先砌埋佢，咁就 OK 噶啦。你見佢扭得幾自然嘅，因為其實真係唔使即係某程度上嚇，係唔使鏡噶。你掃組有一個最理想嘅玩法，就真係可以攞嚟當玩具咁樣。同埋咧，而家因為咧阿甲咧，佢未咩啊？佢未上水貼啊，未搞未成咧，你更加放心。冇錯，你又唔會怕刮甩油啊，又唔怕甩啲水貼啊，哎正啊！同埋你見就咁樣掃組咧，其實個完成度都好 高，因為佢個白色咧，佢而家今次好犀利咧，佢有少少灰色呢啲咧，做嗰個叫做粗通，係啦，粗通嗰個對比，咁就令到即係成件事就唔會話。好白雪雪就好 dry 咁樣咯，同埋啲分色真係好可怕而家。基本上係係、嗯，但係佢管數唔多嘅喎，佢得十一板件嘅啫。哦，係啊，係啊，佢好多都係用撈空咗嘅位置去做分色。不過可能因為佢始終咧，佢又冇乜架撐啦，啊、又冇乜太多嘅背包啊誇張嘅夾啦，咁、可能就會係、少啲嘢嘅。咁啊，另外啦，嗰架係啊，戰機，戰機啦，係啦、啊。咁就最基本嘅可動作啦，做到啦，做到啦。Yeah. 但係有一樣嘢咧，就佢哋呢一隻 RG 首創嘅，佢多咗呢一個關節。哦，邊係啊？即係雀仔咁。係啊。同埋多過你哋睇翻阿甲嘅扭咧，好實㗎隻嘢，唔會鬆飄飄㗎。係啊。呢下真係勁啊！完全唔揈㗎，我就算拎住呢隻嘢都唔揈㗎。呢、這個真係難得，堅難得。你好難條腰咯。係啊。但條腰其實都已經實㗎啦，係啦，因為佢本身呢度有四個關節嘅，係，所以咧你咁樣你咁樣擰住上邊咧，下邊點都有少少鬆嘅，呢、這個你手腳完全冇揈嚟揈去嗰個感覺，呢、這個真係好勁，好硬淨㗎，係啦，咁就呢只嘢就你問我嘅話咧，就你見到啱嘅價你咪入咯，啊、或者係如果你齋拍呢只嘢咧，拍咗幾耐到咧？要大概？四個鐘頭唔使，四個鐘頭到，係啦。我原本係諗住齋砌骨架，唔砌甲嘅，跟住啲甲咧就我嚟打嗰只打光友嘅，但係咧唔覺就砌咗成隻嘢出嚟啦，係啦。咁啊，呢、這個都係嗰句啦，
你啱價咪買咯，唔啱價嘅咪等下咯。呢個通販嚟嘅，唔會絕版嘅，啱啱先？冇錯。係啦，咁啊，另外仲有啲咩啊？有一樣嘢，係喎，最重要就係、是、佢、啊、背脊個太陽仔。哇！呢、這個亦都係嗰個分析好誇張喎。呀！係啦，咁啊，呢個咧就要俾兩位標下佢係一個咩 material 啦。哇！咁啊，要揾阿德哥啦。哇！啲手感嘢，其實唔係 material 就容易認啊，但係佢係三層嘅。咁樣睇而啫，本身佢呢個膠件咧係三層嘅，咁變咗就可以將呢一個 Godfinger 嘅鬥氣就可以完全咁樣表達出嚟。同埋佢唔會好似普通啲花佬膠咁咧軟掉掉㗎。係。係啊。可以摸下，係喎，好硬喎，好硬硬正嘅，好結合啦，咁就咁樣，再咁樣，基本上就係將個組件插咗喺呢一個戰機嘅背脊，跟住就再篤翻落去就搞掂啦。係啦，咁啊，哎阿實搞掂，未搞掂啊，仲有呢個，好，跟住就加藤英啊，唔係 Godfinger 啦。Godfinger 呢度系啦，德哥话嚟啦，德哥话信我啦，信我啦，你信我啦，跟住摆翻个靓仔 pose， 真系任扭嘅呢只，有冇万能插槍？我咪系咯，三腳嗰啲。嗱后边因为咧，只核战机咧系冇任何特别嘅插槽嘅，所以就正常系会甩嘅，但系因为要好咯。你把好曬姿勢先懟落去，咁就唔使驚整爛架核戰機啦。同埋呢一個係呢個手甲好似可以褪前喎，係咪？係、完全係唔使替換件，以前就要替換件。點樣點樣褪啊？咁呢、這個飛拳添？呢、這個呢、這個甲，一直接篤落嚟。嗱、啊，呢、這個就係頭先我所講嗰個啦。哦，即係會易鬆啲啲。係啦，因為你大家你可以望嗱，大家可以望到嘅，佢呢個咧唔係正圓形嚟嘅，橢圓形嚟嘅。嗯。哦。同埋咧，佢個下邊懟上去嗰支裝咧，係一個類似 T 字形咁嘅，有個卡位嘅，咁就打直通落去，再扭翻九十度，咁佢會鎖死，得啦。同埋呢啲位置有個好處咯，就你唔驚斷咯，因為好多時候你扭，你會唔覺意扭歪咗位咧，成支裝會斷嘅，就好似。上幾隻某啲作品咁有啲位咧，尤其是腰啊手啊，佢你唔知喺邊個位咧，唔習慣咧，你當佢普通玩具扭咧，一扭就斷嘅。嗯。咁佢就避免咗呢啲效果呢啲問題咯。咁啊，玩玩具永遠都係嗰句噶啦，甩好過斷啊嘛，係咪先？好句。甩就有得救。我的手正在呼喚勝利。哇！德哥會唔會買隻呢啲嚟拍下咧？等佢出電道先啦。明鏡止水都未必，反而我中意呢一個原色，不過就希望會係即係即係有啲 special coating 嗰啲係嘛？係啦。國多 finger 係啦。咁佢隻手嗰個咧，我都冇上色嘅喎。嗯，即係佢原先已經係呢只啦。佢一隻半類透明金屬橙啊，好似係咪啊？半透明膠、半透明橙嘅膠啦，佢再撈啲銀色嘅粉上去啦。其實個效果好好。係咯。如果真係要搞，其實只係需要將即係呢一啲偷膠位，可能用翻原子灰也好，筆底也好，塞翻實佢，磨翻，咁其實成件事就冇乜破綻。係。我唯一係覺得呢一度偷膠就比較明顯。因為你特別你做 Godfinger 咧，你冇呢啲實會見到嘅。係啊，呢啲當然啦，我之後會搞啦，放心。咁啊，最後就把劍咯。係。係啦，把劍會有少少特別嘅。把劍咧，佢咧其實係一個 C 型槽，但係佢唔係夾住喎。睇唔到邊度？哎呀，呢度呢嚿。佢唔係夾住，佢嘢咧，佢一個套位嚟嘅。哦，真係好似，哇、哦，真係劍套咁樣。係啦，真係好似劍套咁套住嘅。咁呢個拎咗出嚟之後咧，就可以懟個
光效件落去啦。但係呢個光效件咧，其實之前出過嘅。哦，係啦。都唔緊要啦，通常呢啲光劍都係大家利用我用你嘅。好日本刀嘅感覺。其實係八萬色嗰只個把嚟嘅，改咗色係啦。不過唔緊要啦，都係都係咁噶啦，都係一樣。啱用就用噶啦，係啦。咁啊，大概呢只嘢就係咁多啦。啊，唯一一樣嘢要提醒大家嘅，呢、這個膝頭位白色呢嚿件咧，佢嗰個隱藏水口位咧喺呢兩個凹位入邊嘅。咁就清水啊嗰陣時小心啲啦。若果唔小心嘅話咧，有機會會花到個外邊嘅。哦，係啦，這個要小心啲，同埋其他隱藏水口都係啦，要清得乾淨咯。咁唔清得唔乾淨，有機會會拍落去嗰陣時拍唔實，拍唔盡。係啦，一貫嘅隱藏水口嘅處理方法啦。咁就大家 enjoy 啦呢只嘢。二砌係啦，順暢好玩，轉頭見。轉頭見。